阔别两年曾争冲李思华埋牙激嘴，女遭富平拒妥协 ，baby 唔想仔仔被话你妈咪咩都唔得。女足球队练习赛遇不速客突袭，日日有优惠有西班牙专柜豪华黑毛猪火腿套装同海苔肉酥，缤纷主播室嚟啦！无线剧《金宵大厦》大受观众欢迎，同时令剧中两位主角李思华同陈山聪人气急升。近日《金宵大厦二》终于开拍，思华早前就透露今次同山聪有多场激情戏添。呢日佢哋接受无线东张西望节目访问时，仲话一开工就要即刻拍激嘴戏。女星 Angelababy 虽然吸金力强，不过演技亦系佢嘅要害，不时受到网民狠批。喺内地剧《摩天大楼》演出再惹负评，但佢获得影后章子怡开腔力撑，扭转唔少人对 Baby 嘅观感。最近 Angelababy 接受内地传媒访问嘅时候，仲自爆而家嘅心态有好大嘅转变，就系因为一个人